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帆船的，那种每分每秒都在水上自由驰骋的感觉，让我一下子就爱上了，直到现在。我是徐丽佳，亚洲首位帆船奥运冠军，现在是一名体育媒体人。有人问我从事帆船运动最开心的点是什么，当然是跟大自然的对话了。通过我自己的观察，去测试风、流、浪，去选择一条最正确的航线，再顺利抵达。心无旁骛，只是用热爱，去与浪潮和谐相处，去拥抱每一寸温暖的阳光。逆风转向时吹，顺风转向时拉。也许大家看起来觉得很难，觉得是我在尝试驾驭那道浪，但其实不是，推拉之间是游刃有余的相处，是去拥抱它。感谢那些光芒，让我伸开双臂，成为闪闪发光的人，用我的热爱去温暖这个世界。感谢波司登防晒衣，分秒不离的守护，让我无畏地拥抱阳光，尽情热爱，重新温暖。